而且他曾经走的坡坡也是很难，也就是的。然后做正事呢，就也非常困难的。尤其说呢，就是具信闻佛法，白解即难的，就是具有信心的人们听闻佛法呢，在白话文件当中也是极为难得的啊。就是，白话文件难找用，我就是这个意思呢，就是跟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就是那个就是开经节当中就是比较占据的，真的是这个举行闻佛法来解解难的啊，就是这个事情呢，大家都好好的工作了。现在世界上的魔化时代这些众生的话，一定都不懂这个道理，就是啊，这个因此呢，我们这个问道佛法呢，不是什么向着我们白天晚上还是一起的这个白天呢，一直是这个从赵大湾就是闻这个佛法，有些人都是对这个身体很大的欢喜。有些人呢，确实自己呢，就是身体一种延迷性啊，或者是有点这个有这种性，这东西呢，就是自己的年龄显现，就是不是很好的啊。真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佛经当中所讲的这个内容呢，大家都是应该好好的记住，具有信心的人就是闻着佛法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难的。我都有时候这么想的一个，现在我们这里有些老年人的话呢，就是对这个中观四百轮啊，就是他的意义的是不一定懂，但是呢，在他们面前，他们就是听到这种佛法，一信心来听这个佛法呢，是百千万劫当中是很难得的。因此呢，我为师的要求，就是这些老年人，按理来说的话，有些人都是给我这样提建议，哎，这些老年人就是不一定听得懂中观四百轮，就干脆让他们家里修行吧。但是我觉得，只要从因果规律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舍不得。如果他们住在家里的话，那好像早上的这2个小时当中，也许是他就好好的睡一觉，就做一个就是做不到什么事情。如果在这里听到的话呢，虽然没有懂这个意思，也是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功德。不是哪天发完如意宝也是这样的，家里面他被拉萨的话是没有很大的功德，就是从自己的家里就是到这里来这个听法的话，是这个功德非常大的。觉得法王还是为这个通达这些因果规律的，因此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文法呢，就是不要看作一件这个小小的事情啊，就这一件事不少。就文字学习方面，如果我们看的不是很重视的话，我们不是很重视的话，那么除此以外，我们就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了啊。就因此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学习的这个气氛呢，还算是比较不错的。那我希望呢，就是以后也是所有的这个大大小小男女老少的人呢，还是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视啊，这是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真是这个非常难得。就是非常难得啊，就是非常难得。因此呢，就是下面也是怎么讲的，就是他这里呢，就是所以说那个月生人士也是这么讲的，就是说是那个就是唯得戒得过，精得精神当清醒啊，就是然后他是这么说的，就是为了就是得到戒佛法，精神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境界，然后来世与佛法也不定神性。这是那个夜深人，就是我觉得这个句子还是特别好，就是你们还是应该记得，因为为了就是得到戒佛呢，就是精神当中一定要这个境界的。然后那个说是来世与佛法也不定生性，就意思呢是对来世的话呢，就是对这个佛法不一定会是生生性的，因为我们这个人在这个轮回当中是正是这个很这个稀有的，就是所以说呢，我今生呢就是对佛法生起一份信心的话，这还是很大的一个福报，很大的。来世的话呢，对佛法就是也不一定生起信心，所以说你看这个是怎么难得啊！我都有时候这么想，我今生当中对佛陀、无量寿菩萨的教化就生起很大的信心，但是我来世呢，就是变成一个牦牛的话。我肯定就是没有这个机会，就是要对这个佛法升起信心，就是所以说呢，就是自己还没有变成牦牛之前，自己应该是个精进，这个我们就是确实这么想的，就是这不是什么。所以刚才那个夜深人士说是唯得解脱过，精神当清净，来世与佛法也不定神性，就所以觉得还是这个很重要，就是大家也应该升起欢喜心的，好好的地品。然后呢，就是应该基本当中是精进学法，不然的话，这来世也不一定做得到啊。如果我们没有做到的话，那今生当中没有做法，就是对于未来，未来就全部这个拖到未来的话，这不是很好的。他这里譬喻呢，就是有一个就是女人吧，就是经常跟那个其他的男人呢，就是一起这个戏乐。这时候呢，就是另外一个朋友呢，就是要劝他，就是有人对调戏他其他人的女人，就是不是我刚才可能说错了，安利森里面所讲的那样。这样子的时候呢，有这个就是尤其是呢，就是经常跟那个其他的女人一起呢，就是相处生活。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他的朋友呢，就是劝他你就不要做，就是你
作为一个真是有智慧的人的话呢，就是你不能这个经常到别人的这个家里去，或者是跟别人的这个女人经常有关系。但是这个人呢，就是以前也是这么做的，就是说好好好，我一会改吧，现在改不了，以后再改吧，就是一直这样拖。这样拖的话呢，那其实这个就是也不是这个很好的。后来呢，就这个人也是做成，你不是原来的是已经说是一会改一会改，你当时都不改，如果你现在不改的话，以后永远也是改不了的，就是你必须要现在。从这个现在开始，这个要改正自己的恶性，就是当时呢，也是这么讲的。同样的道理，就是所以我们这个所谓的修行的话呢，也不能这个推到啊，来世就来世就来世，这样的话来世不一定有机会的。然后也不要说我明年再修，后年再修啊，我先那个好好的回去，就是我把那个什么这个什么这个书籍那个书籍办好了以后，就是这个明年再好好的修，明年开生命法会的时候，我一定会是来的。但是如果生命法会来不成的话呢，就是在金刚萨埵之时。就算他的时候来不成的话，明年记得发挥的时候我肯定会来的。那这种这个说法呢，就是这个很愚蠢的，就是是这种这个说法是不是很好的，就是要真正你是要相信的话，从现在开始修啊，就不要再拖了。要拖的话呢，就一定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委员，自己的分别点也是不是很固定的。对修法方面的话呢，不管是什么的，就是从现在开始马上要修的。那么其他的一些道而言啊，就是不是很好的事情呢，就是慢慢往后拖。就这样的话呢，你是会这个也有一些这个深远的。凡是我们不管这个处理因果方面不是很好的，我现在想做的话呢，慢慢这个往后拖，就是我在这个慢慢这样拖。然后另外这个修行方面的话呢，我就现在开始做，就这几天才做一些方法。这个松子的原因呢是这样的，我想说我这个中观四百轮呢，还是给他是讲的比较细致了。在这个含理的意思方面，就是对中观四百轮是不一定有如此细致的这个研究啊，就是这是我自己是一个很这个真上门吧，就是我是有时候我看那个前面的一些那个这个内容啊，就是内容看的话，就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藏传佛教的历史上是肯定是有的，就是很多高僧大德就是对这个做讲义啊，就是知识是非常多的。但是在含藏佛教的历史上呢，这个四百轮呢，虽然是法正法师和什么那个康宣宗他们都是很早的已经这个翻译了，但是这个宋词呢，就是也并没有这个真正的融入到汉族弟子的心当中了。就是那么这次的话呢，就是你们也不要说什么这个中观四百轮是实在是背不懂了，就是不要这样说，还是好好的静静。就是我没有听说过是做，就是有听说过是做不懂，就是没有听说过是背不懂。这个中观四百轮是实在是背不懂了。好吧，这就是去那个背的话，这肯定能背得到。是如生大师死，我也理解，就是这个松观四百轮还是比较不好理解，就是背不动的感觉。但是呢，你这样静静的话，就能背得动啊，就是。我跟你讲，前面那个我就班主任，你生死如戏，如你之身，问啊，你真说和那个。这是与什么就是叶相如你二人三合和九真，就是跟这两个就选了第一的，就第一的呢，就是也是这么讲的，就是这也是一个辩论问题吧。辩论呢可以怎么做？这个任何呢，就是到底是有点还是怎么有点？如果你说是有变的话呢，就是那就不用这个休息了，他自然就切到了，因为有变的缘故。如果你说是轮回是没有变的话呢，那你修行也没办法了，就是已经这个，因为它是没有变，没有变是怎么回事？这个修行呢？所以说，到底是这个轮回有变还是无变？如果有变也不必要修了，它有变之故；无变呢，就是也是没有什么可修的，无变之故。他是这样讲的，那这种说法是也是错对的，就是你现在这个生天文字呢，就是破他的观点，就是文字所问着，说则艰难的，一时说甚次，非有边边无边。他说你这种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中央方面呢应该这个分析的。实际上是你只要是没有这个嫉妒真正的这个教法的话呢，人会就是可以说是没有变。如果你嫉妒这个因缘和条件的话呢，就人会可以有变。所以说呢，这是那个你就不能说是好像就是全部呢就是说有变的话呢也不行的，就是对于其众生来说是没有变的。所以这个，然后你也不能说是无变，无变的话呢，就是也不行的。对有些众生呢，就是也没有变的。就是、因此说呢，就是这是必须要这个分析。那我们那个就今年啊，就是说这有些呢，就是我们到底这个佛堂中国尊尊生上的佛堂到底能不能开呢？就是然后就是你或者说是不准开，或者说是可以开，就是就你给我就需要这两个答案。当时这种的时候，我们记得是在那个小金堂里面，就是给一个县长，就是用这个英语和中文的推理呢，就是给他们辩论。
那他说是这个佛菩萨上人们呢，就是必须要有一个三巧方便，就不能说可以开，也不能说不能开。我们说是什么是这个三巧方便？就是什么是三巧方便？你把这个三巧方便跟我们说说，这个暂时不能说是国家的秘密。禅师贤德自心想的贤德，就是当时是这个最大的最贤德。后来就是他上去就是说那个就说是什么，就是告到那个资本主义的舅舅那里去的，哎，你们那边有一个很坏的人呢，就是什么什么的自爆的。所以他这个也是这样的，到底是优点还是不变？就是或者你说是优点，或者你说是不变，就是。然后这个三巧呢，就说在不能怎么说啊，这个需要个三角旁边呐、这个是比较迷你啊。佛陀也没有说是十种无极法，就是14种无极法，这也是是佛陀国家的一个保米啊。下面是这样讲，他说那个就是文殊说文教，就是文殊呢，就是我们这个谛听的这个护法，在三界就是前面您说吧，就是您说，文字和说文的教，然后作者呢就是非常的这个难得，所以这个道理来说，这个生词呢，就是也可以说是有贬，就是也不能说是有贬，也不能说是无贬的。就是今天的这个意思说什么呢？因为从那个要是真正人会有贬无贬的话呢，就是通过文殊护法就是才能这个得到戒度，原来呢没有贬了，然后就是有贬的，然后没有得到戒度的话呢，就是有贬的。但是这个事情呢是比较这个难受的，为什么呢？因为是他要通过那个文殊佛法而这个得解脱的话呢，那这个事情是比较这个难得的。你看那个文字，就是听闻佛法的人呢，就是也非常难得；还有那个说文的教法呢，就是也很难得。再加上是说得的这个佛陀呢出世的话呢，也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那么这个在三种难得当中的话呢，有些众生的话呢，还是依靠佛法呢，会有这个得到解脱的，就是所以也有这么一。还有些东西呢，因为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就因此说呢，一般都是不能得到解脱的。因此说这两方面呢，你就不能断定为是或者是有贬，或者是无贬，就不能这样说的。所以佛陀也是说这个事情呢，就是无记法，就是14种无记法这样的原因也是这样的，就是他下面是的，就是没说吧。念说光说当强痛，说说法之无也，你们的文字也难得。然后现在是那个就是文字吧，就是前面我们可以这么讲，因为在这个三界轮回当中呢，就是依靠这个佛法来得到解脱的话呢，首先是这个文字，文字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听说佛法的人呢，就不是刚才前面也讲了，已经这个真正具有信心的人，这个文殊佛法呢就非常这个难得的。你想想得到这个人生，然后得人生呢也不行的，必须要信仰佛法，信仰佛法以后呢还不行的，就是不愿意在这个听的，就是有些人呢就是虽然很不音乐弟子呢，但是也不愿意听的，就是也有这种人愿意听的众生，这年龄很多。所以说，首先说这个文字呢，就是很难以找到的，就是这是一件事情。然后呢，就是这个文说文这个教法吧，就是说文的这个教法的话呢，就是这个教法呢，一般我们这个说文这个其他一些社会上的什么这个自然社会，或者是这个各种这个什么就是自然科学啊，或者是这个社会科学呀。是那个说文的这个教法的话，真正这个深层所建设的啊，就是深层所建设的，真正能得到结果的这种教法呢，就是非常难呗，就是。其他的这个一些课的话，都是在这个大城市里面天天都是广告，就是啊，今天是听什么什么，明天听什么课啊，就这样的事情是确实多的。但是真正的这个所谓的教法呢，好像是在汉地现在真正是上那个佛教课的，就是有多少个佛学院，有多少个课呢？你们看看那个，就是在整个汉地就这么多的众生当中，真正的这个传授这个佛法的，而且所传的法也是全是高僧大德，就是大乘觉得的这种语言的，有多少个这个地方，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个所谓这个教法呢，就是。非常的难得的。再说是这个所得呢，就是这个宣说佛法的这个师尊啊，就是师尊呢，就是也是非常难得的，就像是台湾这个先贤与这个事件一样的。就所以说呢，就如同昙花自现，佛陀出世也难得，就也有这样的吧，就像是佛陀这个出世呢，就非常难得，就如同这个昙花这个现世也是一样的，就是现世也是一样的，是这样的。因此说呢，就是这个所得这三者呢，就是非常
个难得。如果这个山洞这个非常难得的因缘接着的话呢，那么有一些个别的这个众生呢，就来依靠这个文殊佛法，就自己也是因缘具足，然后也文殊佛法，最后呢，就是佛陀的这种教法已经教法呢，就佛陀自己见过的，就这样的这个少数人知识有的，所以对这样的东西角度来说呢，就是可以说是轮回如表的啊，就是这少数人呢，就是得到这个成就的嘛，得成就的这种居住这个三宝的这个现象的这些众生来说的话呢，你可以承认是这个轮回是如表的。但是一般来说的话呢，那这个众生当中是这三种因缘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说呢，以这个因缘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个是这个怎么说啊？就是用这个众生来说是就非常难得，就是非常难得的原因来说，大多数的众生根本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机会的原因呢，就可以说是轮回是没有变的。因此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也是从他的这个就是很高的这种智慧来知道是这个问题呢，就是是比较这个难懂，就是刚才不是我说的这个通过想象所知一样的，就是这个就是是比较难懂的。你说这个一点的话呢，就是这个也以后是不好说的。但是你说五点的话呢，也不好说的，对有些众生来说是没有的。因此呢，就是来到给你这个提出问题的时候，也是为什么这样讲呢？那我们不看就是东南亚，他他有经验，他有记那个是吧？不是在两千年。我们国产就是东南亚太极啊，太极界，中论里面说的就是中论里面说的一切诸法皆为空，有边无边，何为？好像大概意思是这样吧，就是中论里面是有这么一个句子，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一切诸法虽然是空的，但是呢，你就这么这个断定有边或者是无边呢，就是这个是不好说的，就是中论当中也是有这么一个句子，意思就是说是。怎么说就是因此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这个为什么是就是考虑到这个很多众生呢，就是他就并没有说是这个有边，也没有这个说是无边，这个说的原因也是这样的。让我们从这个实数当中来说，如果真正这个居住这个三宝的因缘的话呢，北众生呢就是这个有边的。但是从这个生意地来说的话，这个事情呢就是也没有什么这个可说的了就是从这个就有边和无边呢，就是都无法断定的。就像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这种昙花这个一现是一样的，这个比喻呢就是这样的。比喻就是因为昙花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不是原来就是讲那个人生难得的时候也是已经讲过，就是一般在这个佛没有出世的时候也是不会出现的。然后这个佛出世以后的话呢，就是他也经常是出在这个印度的一个马头巴海的这个附近的然后这个昙花出现呢，就是非常的难得，所以众生这个解脱呢，就是非常难的。因此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也是从这两方面的考虑，就是没有正式的说。也是人是这样说的，居住住因缘，防生圣智慧，就防生圣智慧，居住一切因缘的时候呢，就才可以出现那个真正这个很殊胜的智慧，就是防起圣智慧。三次难得过，佛为端比变，佛为说比变也可以说，三次难得过，佛为说比变，意思就是说的，这个三者上面所讲的这三种难得，就是三次呢，就是非常难得的变故，所以这个佛呢，就是把他的变呢，就是没有这个具体的说明，是这个意思。下面讲那个第二个问题吧，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那个。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这个虽然这个我们经典当中是没有好好的解释，但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经呢，就是还是在出世，像三智身呢，就是经常是有的。所以说呢，我就来世呢，就是好好的修解佛法呢，也可以吧。就是有些人这么讲的吧，佛经这个你看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还没有一毛，就是还有很长时间，我就来世一个当一个很好的，然后当时呢，就是依着这个某某这个上师，然后呢，好好的再接受的，可以今生不一定再接受的。但是下面呢，就是真天人是说的，你一定要经典当中好好的这个就是修持，就是要这个得到一定的这个基础，不然的话，来世呢确实是刚才前面所讲的那样，不一定有这个机会。由于诸人呢多次不生病呢，一时住一生，所以多多也而去，就这个这个教程呢，就是求求宽博吧，求求宽博呢，就是经常是应用。原来不是我们讲那个《如菩萨行论》的讲解里面呢，就是应用过这个教程，不知道你们记得没有？可能这个我看我应用过的教程的话呢，就是你们都全都记不上了，忘了吧，就是好像有点可惜吧，就是好好的，好像你对这个应用过的教程的话呢。
最好是这个不要忘了，就是应该凡是引用过的教程的话呢，就最好都不要忘，也是很好的。不然的话呢，就是有点这个可惜。原来我刚读小学的时候的时候，我是这么想过，就是凡是学过的东西，怎么会是有忘？就是当时我觉得有点聪明啊，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是可能有点困难。但是这个如果在新的假期当中，可能是用过两次，就是没有两次的话，一次肯定用过这个教程。意思就是说是在这个人类当中呢，就很多人是心智不发达的，所以说呢，这些医生们大多数都是读逻辑的，而且这个比较好懂，就是这个你说的话呢，就是可以这样讲。然后这个光说呢，就是也可以说吧，就是刚才不是说是这个医生呢，就是有这个三知识，没有这个佛经呢，因此我们以后好好的这个就是做这个结果，就是这么想的。那这种这个说法呢，就是完全是一种不对的。以后呢，有这个机会呢，就很难说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们这个亲眼可以看见，就是现在这个在这个社会当中的这些人们呢，就是大多数都是这个心思一些不善意，就是都随着这个社会的这种这个变化吧，他的这个心呢就是随着社会的变化，然后呢也经常呢就是因为这个很多的这些恶知识和一些恶道用，那么在他们的这种这个教育和在他们的这种这个指导下的话呢，我们这个大多数人呢就是整天都是这个什么就是犯那个不治罪和这个自信罪，整天呢就是杀盗淫妄，还有呢就是心智很多这个十种不善意方面呢就是非常多的啊，就这一点是非常多的。因此说呢就是今后这个自己真正是获得这个人生的话呢，就是这一点也是很难得的。而且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你们这个看看，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心思方法的人是做的，就是每个人都是拿着圆珠那个拿着钻金的。不过我今天早上忘了，就是昨天也忘了，今天也忘了，就是这个现在年柱好像一点都不会忘，就是我每天都是，就是因为我看一些新的趋势的话，那年柱肯定都忘了，对不对？我现在已经年柱不忘的境界已有了，但是呢，就是专技能不忘的境界现在很难的。明天就是求这个三宝加持，不要忘了，不然的话是有点不好意思。我看你们很多人也是，可能没有拉，就那天我这个第一天宣布，第二天没一个人拉了一个专技能。今天呢，就是好像很多人都是没有，有些人呢，你讲解的资格都还不错，就是这样不是很好。下面是这样的，就是大多数的人的心思不善意，就是既然当中好像心思善意的人稍微多一点，你一看那个不要说是到社会上你到了四大县就知道了，就你看四大县的这个街上是有这么多的人，但是天天这些人呢就是好像是这个有各种非法的这个行为，心思非法的行为，就是所以说呢就是这些医生们呢，就这些半部人们呢，就是大多数都是这个试完了以后就是几乎都可以说是多种种了，是吧？得三取的非常少。不是我们光存在的如意宝藏里面也是一个比喻，就是说是我们这个这个墙壁上呢，就是这个撒一些这个什么就是是这个粮食，就是上粮食的这个是大多数都这个全部落在这个地上，就是那么这个呢就是比喻我们这个得不到这个人生，得人生呢就是非常难得的一种这个比喻，就是也是这样讲的。就所以说呢，就是一般这个大多数的众生呢，就是都是会这个因此呢这个三餐这里吧，就是那个加斯基，而且加斯基呢就是也是他怎么讲的，就是有福报，福报和善知识是仁者因续如你无待后世，这个很深的教育吧。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法宝，有了这个善知识，这个时候呢，我们拼命做的人是一定要进进步内，不要这个等到这个后世，就像是我们这个土已经染化了一样的，就是进进的修持。如果现在不究竟的话呢，就像是国王对这个大臣就是做官礼仪啊，一点这个意思是没有的。就是我们光是这个在来的这个学院呢，没有求的正法的话呢，那像是看到人家给你这个袈裟、摩巾呢，就这也是个很好的。但是呢，真正的这个修行呢，我是从纯粹的是依靠自己。如果是没有依靠自己的话，是光是依靠一个城市的这个价值里面往生的话呢，也有点困难的。就是不是华严经在大圆满前行里面也是讲的，就是并不是不可能这个上师呢，就是把你这个帅师都一样的，就是突然那个往生那这个清净的踏实，就是一定要自己这个从自身做起，就是应该自己呢就是要进进步你。因此呢，我们这个大多数的人也是会不会就是将来的堕入恶趣，就是我就对这一点担心。你看这个成天人士来说，是这个人的这个大多数的人呢，因为他们心智不善法的缘故，就是大多数都是信的。如果放在如意宝的价值下，我们再多的人是真正是在这个一生当中是用这种方式来这个往生的话，那是我觉得是大家都有把握。但是我们半部分人的这个境界很有限的，就是
离开了法网，离开这个地方的话呢，可能会这个逐渐就是变成这个跟社会是一模一样的，并且还这个肾结节也是很难受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的也应该这个保养，就是经常这个孩子不要这个离开三寸的这个，就是刚刚拍的很多那个，这个高层大的这个烟当中也是有这样的，就是孩子不离开这个季节的地方，孩子不离开这个三寸的，就是这是他们的这个很好的一种这个。善养，不然的话，一离开三世的话，这可能我们就是还是自己的这个修行呢，很有这个，这个就是很这个难受吧，就是这样。他这里的一个比喻呢，就是这么讲的。比如说有两个人吧，有两个人呢，就是他们去很远的地方，路上呢，就是他们本来呢，就两个人的肚那个上面就是掰的东西呢，就是可能是麻布还。他们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个比较容易理解，就是他们带的那个全是那个，马什么，马什么，然后呢，就是路上嘛，就是路上呢，路上那个遇到一些那个，就是两个人都是背这个，然后我说的麻布吧，就是麻布的话，我就好受一点。或者是麻绳是吧？麻绳可以就是，这就然后你们在想嘛，好吧？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是拉着这个麻绳，背着麻绳就不是很顺，但是一次你们动到都可以了。然后呢，就是到了那个路上的时候呢，就是他们都遇到了那个棉花，就是棉花的时候很多这个棉花。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人呢，就是有一个人呢，就是他说啊，这个棉花很好，就是我就背这个，就是然后把这个麻绳呢，就丢了，就是然后他自己背那个就是什么背那个棉花。然后另外那个人呢，就是他认为这个麻绳还是很好的，他舍得丢。然后到了路上的时候呢，又找到了那个。就是很多镜子，很多镜子的时候，刚才那个背棉花的人呢，就说啊，这个是镜子，就是觉得很好的，然后他就背那个镜子。但因为那个背麻绳的人呢，就是他说是就是哎，我这个还是舍不得，就是一直是就是不愿意这个设计。后来呢，就是一个就是带镜子的人呢，就是当然是就变成这个很富裕的人了。然后这个他原来就是背那个麻绳的人呢，就是他还是很贫穷的呢，就因为他就不值钱，就是大家都知道。所以说这个说明呢，就这个说明啊，对现在的社会来说是比喻很好。那么两个人呢，就是思想间接不是很好的，就是好像对这个播报没有什么兴趣。但是一个人呢，就是中间遇到了甚至是银行，然后他的这个恶见呢就已经改变了。最后的话呢，就是也有这个精神成就的这种上面。另一个人呢，他原来的这个之间呢，就是一直是这个死守不放，就是他原来的这种这个制作的见呢，就是还是可以。所以我在那个佛教科学人当中呢，专门稍微提了一些，就是有些老干部，就是老干部的话呢，好像是认为是他原来的这个初见呢，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对的。然后佛教呢，就在这么做的话，他就是没办法这个叫了。可能这是这个，就像是刚才那个被那个麻布皮带一样的，真的就是他自己认为是这是很好的，实际上这是很老法，就是一点都不行。就是现在在这个佛法这个非常形成的先进的国家当中的话，原来的这种这个这个处理平台就是现在一点都不能用。但是你们当中也是有一些那个是一些这个无声的这个增减的，就是无形的邪见的这些人呢，还是要这个注意，就是你把这个话把自己身上摆的那个麻绳头带呢，就是丢了，然后是我给你就是给的那个黄金呢，就是好好的这个带上，不然的话，你永远都是很穷苦的，始终是在轮回当中是得不到结果的。就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上呢，真是有些人是根本没办法，就是怎么跟他说的话，他认为是他的那个毛不亏的呢，就是还是很值钱的，就是他旁边的真正的这个价值连天的黄金也是，他一点都不在乎，就是有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还是自己这个人家呢，就是很有这个，大多数的人呢，就是把自己原来的这叫而且，然后是现在呢，就是真正有这个佛教的境界，真正的这个佛教的境界，就像真正的这个纯净一样的，这是很难得的啊。今天讲的，这一把还也是不知道有一个教证呢，就是说是那个，终身去一处，一足多自信，总多一心自成名为一生法，这样的这个做了那个原素之后。金密传说的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非相应自然法。我今见了道种的这个缘觉如来真实，为度化一切众生，大乘法无上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讲到观自在。中观自在的目前在我们正在讲那个第五品、第七品是吧？佛祖一二七。今天开始就我们淡淡发音地上蔡老板你在那个淡淡发音地上地上说是一
那他这个人呢，就是他母亲，他母亲现在就经常特别喜欢吟咏这个经，还有时候呢，特别大的扫地呢，都要站在他妈的地上。那是算是，我想这个，他有不共同的一个调性，就是音乐这个教练是我以前听过他一个如意百合啊，他那个音乐就是用，叫那种坠，是那个一般饭后人呢，就是到了特别特别多，大多数人呢就是全部是堕入这个三恶趣当中。啊，就是第一个崩溃的沙河区当中，就因此呢，就是作为我们一个范畴人来说的话，自己应该从现在开始就是不要去入这个恶道，就自己呢就是勇敢那个，就是更加努力，就昨天我们就讲这个问题了，是这样的，然后呢，那个下面呢就是讲第二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分别原理这个乐趣这个自爱，就是这是讲这个问题。但这个有分二，一个是与乐趣也修炼，就是对这个三趣对乐趣，就是我们应该这个知道是对乐趣呢，就是也应该升起愿力心，就是因为三界都是这个如火光一样吧。然后第二呢？民有爱耳，主生死犹如癫狂者，就是因为那个我们这个实践当中是专门有个那个十二缘起里面有个爱是吧？就是那么以爱者而这个住在轮回当中呢，就像是那个轮换的一样的，就像这个道理。讲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希望你们还是那个科班呢，就是也应该好好的看一下，因为这个科班呢，就是它前面的所有的这个技术的内容都已经包括了。不然如果这个科班没有看的话，它好像这个下面自己解释的话，有时候有点困难。那么就是首先呢，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理论吧，就昨天不是说那个三恶趣呢，就是很痛苦的，就是大多数的犯罪人呢，就去除三恶趣，三恶趣总还不好的。那么三恶趣就是虽然有很大的痛苦，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乐趣就是三这个上三趣吧，上三趣的话呢，也应该值得升起欢喜心的地方吧，不应该升起怜悯心吧，有些人是有这样的认为，那这样的想法呢，就是完全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首先就是说，低声恶意俗，无以为顺道，深则观善有，等同必遮除。他真的是这样的，他出现那个正面上解释的话呢，只是你这样这个说的话呢，这种也是不对的，就是凡是不管是你这个三趣还是恶趣，那就是凡是地上的这个众生呢，都受着这个很不好的这个一组过往啊，就是这个都干到那个一千世的这个恶念的这个一组过往。古以为顺道，古以呢，好像那个就翻译当中是，就看到毛肚困难点，看到毛肚困难的话啊，就可困难痛，痛的话就没见，就是没有的这个见到，就是一切都是损害的，就是可能这样好一点，把它盖一下，就是我们中医盖一个肚子可能也比较方便，你们背诵词也方便，就是没见这个没顺那个没有的没，就见呢就是，就是我见到你，你见到我的那个见吧。然后那个，就是唯见唯顺道啊，就唯见唯顺道，就意思就是说，在地上这些众生呢，都受着那个一组果报，没有的，我们没有的见到什么呢？见到这个全部是这个顺道，就是受到这个痛苦损害啊，就这个。因为那个世界上的不管是三趣还是那个恶趣呢，都是有一定的痛苦。大家都知道这个三界呢，就是有如火道，不离这个不离这个痛苦啊，就是不离痛苦。因此说呢，就是三界轮回呢，就是都有这个如火炕一样，都是有顺道的。那么生则观三就是生则就是真正是大菩萨和就是诸佛菩萨的这些圣者们呢，就是他们已经观察了什么呢？就是这个三有跟那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在上众生的那个。这个沙场的没有任何差别啊，就是等同这个必在处吧，就是意思就是说，就是他那个等同呢，就是替这个在上的那个差称，和没有任何差别了，这个意思。下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再稍微给大家读这个光说一遍吧，就是，因为那个。就是我们有人认为这个恶趣是就是还是会报好的，但是那个善三趣呢，就是解释很好的，我对一个人生的过报，跟人生啊，或者是转生到这个天人里面去升天的话，是多么快乐，就很多人是有这样的这种概念。那么这样的这种想法是完全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啊，不用，当然不用说是那个三河道，但是这个三三局吧，三三局呢，就是他们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这个大地之上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人间和欲界，也可以说色界无色界，都是这那个就是在大地这个意上的。那么地上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众生呢，都受到那个前世造了各种不好的这个不善业的这个恶报啊，就是依他的这个依足钵呢，就是受干扰。因此呢，就是你这个转世到三三界的时候呢，也是经常就是感受种种的痛苦，比如说是自己的那个就是直接这个损害啊，就是有些人都是看那个脚已经损害了，就是或者是那个手不行啊，就手疼啥了，眼睛不行啊，然后是那个什么。就有些呢，就是身后那个牛粪没有买到啊，或者是有些呢，就是，就是电路就，这个什么就不是电路，什么就是那个，电表就是没有买啊，就是有些呢，就是好像那个早上这个起不来了啊，或者是早上那个水桶里面的水冻了啊，还有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不说是什么大的这个痛苦，就是有很多这个小的痛苦吧，就有些呢，就是甚至有牛粪也是这个一直是烧不燃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些这个痛苦啊。就是有些眼睛不好，鼻子不好，这个鼻子也不好，感冒的时候一般鼻子都不好。所以说，像这样这种残缺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痛苦，这就是我们这个前世造的业，今生当中是干好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时候，笑什么？怎么这样的很细致的？你们还笑我？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唯一的见到这个衰老，我们看到那个每一个进到道院都是没有一个快乐的，好像每一个人都是对自己的事情呢，就好多事情都是不行，就是都在这个心很烦一样的觉得。看到我这个我的这个这里就是有几个浪漫，就是我这个早上晚上看他们，就是他们都心情不是很好，就有时候是没有牛粪啊，有时候是好像有那个一点木材的话，这就是没办法化开啊，就有时候好像挑。